我倒卖一箱尔。啊，无啊，有车尔。啊，你也卖一箱客，紧好啊，来收着。出发轨迹啊，这迄个有效期限就是啊，这当我做的了啊。2024年7月6号，来，这个是你，这原味的，这原味的哦。来，要吃卡拉鸡的新客，一个三百人。来，三百。三百，到要几啊？来了。都讲一包外卖，要两包呢？两包，我送我嘛。两包我倒。两包我倒。你爱靠贵来对啊？对。两份。来，我来讲啊。今天我讲我送给你啊。一个人提几支？一个人提五支啊，六支啊，七支啊，八支啊，九支啊，十支啊，你啊。一支多少？一支45啊。无汉堡，无吐司，我一支就45啊。这十几四啊五，唔免新价钱，两百了，卖三百。来两个，今仔你听好哦。这支卡拉鸡腿你两百，买两百，听好，我叫你欢喜啊。加一支哦，加两支哦，加三支哦，加四支哦，加五支哦，两百了。来，一支两百，两支三支四支五支，来六支七支八支九支十支，来这五支免钱送哦，你食十五支的加你200块。来，够两咩来无？200块。所以五百来无。够两咩来无？200块，唔是甲你卖三百，我卡拉鸡腿哦。这拢是有效期限东西来加啊！啊，2024年7月6号啊，这拢刚刚走的呢啊！3、4、5、6、7、8、9、10，来这五支我送，来两百了，收钱。2、3、4、5、6、7、8、9、10、11、12、13、14、15，来，放，来。来。最后都一个两百站咩？3、5、6、7、8、9、10、11、12、13、14、15，搁一个两百，人咩来无？来两百哦。欸，我来讲哦，我嘛无啊啦。我讲真的哦，大人，咱大家做参考吼。一支早顿打，即卖目前不管连锁打还是私人打，一个卡拉鸡汉堡一个拢60块起条，60哦。你感觉讲一个汉堡60块，你感觉会贵啥物？我甲你讲，伊贵伫即块吧。好，阿外讲，恁无买人家，你放咧真正的，给囡仔食，食七套拢无紧。来，你100块，你搞试食看嘛，100块。来，你无买，你搞买100块食看嘛。哦，这你一摆买，这真正好食的物件，卡拉鸡腿。无啊！伊遐无啊，三个啊。我三个。伊遐无啊，真正无。不好意思，无啊，怕是抓不着。三个了，三个。来，爱放个龙虾可以啦。我拍死哦！真的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拍死。好啦，你搁要抓啥物起来？你摕迄个青麦红棒起来，起较好个起。青麦红棒，青麦红棒是铺伫拢下底。你个搁柠檬四小腿，自学给你啊啦。来，最后先讲哦。来，生来红棒哦。欸，你若要食蒜，你我爱讲哦。来，我先来卖这吼，这叫柠檬刺小腿，内部的鸡腿啦吼，这内底有10支固定的，一包拢10支啊。这五啊行，我一包拢200五啊，两包拢500，一个人加20支的鸡腿，唔免500，唔免400吼。你当个用这呢，用行的拢会当新的钱哦，200人。两百，来五包。有人要食柠檬刺小腿无？200块攞200块。有人要食柠檬刺小腿无？拢有啊，一包收了。恳求你，麻烦你。一包真正做好食，麻烦你吃看嘛，这熟的啊，用我烧100块，你吃看嘛，100块，试试看看100块，你买100块就绝对无你浪费啊，100块你搞试吃看嘛，来100上面试吃100，最后个三100块，100块上面100块柠檬刺小腿100，了解？最后个两个100块，最后两个，客家就是没有处理啊，100块空间的这2包个黑鸭，别做麻烦了。2包，谢谢，真是感谢侬，来，来，好，阿叔，恁个要点菜无？有要吃啥物嘢无？你要啥？扫把一两百4包，4包就要2包去世嘞。来，你甲客个包个，4包甲去收账。来，甲因叫你来推做你个实体。第二，你甲玉米浓汤我卖一下好无？好。我甲你卖一个玉米浓汤好无？去世嘞，要归只去世好无？加卖你一只200，就是去世，唔再卖你200。阿姊，我来讲个吼。恁即摆厝囡仔人家，你耳爱小可拍后背哦，尤其这手牵手的，这你爱定爱特别听哦。你无牵手就算了，你若手搁牵的，爱注意听。这个物件叫玉米浓汤，早餐店你用的啊。外口炸蛋打一碗安尼40块，2碗给你，3碗玉米浓汤，4碗给你，5碗玉米浓汤给你。
一人加五碗玉米龙江三百二啊，我们暗时用我小做宵夜，早顿有吼，早顿有哦，你若买泡面啥，你甲配泡配包啊，新加钱的哦，一百龙。来一百啊！来玉米龙江上面就一百块了，一百块。有人要食玉米龙江无？一包。一瓶一个，两个。谢谢。两个。这五包一百块一碗玉米龙江，这大碗卖你二十块，来一百块再来一百块。谢谢。够人要食玉米龙江来无？一百块。一百的吼，一百块。玉米龙江够人要食无？一百。再加一份三个。再一个一百块上面就玉米龙江。可以哦。最后一个八十块上面就八十。八十。阿姊，你买这玉米龙江在用，我收到钱。你去外口有谈咩创啊？这物件都同款，一斤了你交四蚊一份嘞。哎，我搁招一个，好啊，无一百块搁一个。卡面吃，多少用个？我要甲卖一百块，一百块人要吃啊？无一百。一瓶啊，一瓶啊。来，今天你变啥？你鲍鱼我卖一百。鲍鱼。我无啊。哎，你讲人要吃鲍鱼？鲍鱼应该搁一箱吧？鲍鱼无啊吗？没有了，还是有的，还有几箱吗？你别无吧？对啊，好啊，嘿嘿嘿。这鲍鱼足 Q 的哦，足入味的。这一条鱼仔我两条五百，蛤蟆起个，唔免五百，唔免四百，你要食鲍鱼的三包啊？来三包。这鲍鱼哦 Q 啊，够甜的。三包上面只系三包，为了要食鲍鱼哦，起个起个，蛤蟆我先处理你。来，要全部蛤蟆起个，蛤蟆你来都给钱，我嘛未记你啊，送给蛤蟆。真正来都歹势啊，你来都唔搞我套你啊，真正，你嘛搞我套一个，蛤蟆送给钱的啦，快起个。是是，啊！恁刚刚有人要食蛤蟆无？有人要食迄个蛤蟆上好滴，刚有人要搁食蛤蟆？无来啊！来啊！恁鲍鱼啥物食？三百了。来三百。啊，无要冒钱去食，恁要来订落去啊，凊彩啊！你要搁食个煮煮落，十二个。三百，人要食鲍鱼无？我话你讲啊，你若搞买三百，你迄、那个迄、那个大个甲你讲话要寄回，你有处理啊？再过你九月二十六一缸啊！你鲍鱼存几箱？哎，存几箱两包。记得过你。全部五个了啊！这免考虑啊，先给钱，三百上面就是三百。三百。有人要吃鲍鱼的无？三百块。这样的是。好了好了，记得过你，记得过你。四个了啊，四个了啊，来三百上面就是三百。三百。有人要吃鲍鱼的无？三百。收啊，皮啊，收啊。你遐记得过你啊，记得过你啦。我还讲话三个了啊，三个了啊，免考虑啊。三百了啦，来鲍鱼上面只三百块，来，来收起，收起，紧收起，莫阁半天收起，啊，三百了，谢谢，我先甲收起，感谢你，来，好安了，你收起，莫阁退平面，来你收起了，我先想看即摆过来要安处理，恁过来要食啥物？你有要检查无？恁若无检查，我就给我，恁要食这啊？这全部三个人家全包，我这袂有够济啊！这巴厘岛的食物讲有够脆，有够甜，拢袂求水，全部三个。我若发一千，才卖三千，我哪买无？三个全包先给钱啊！五百了，来五百块了，三个全包啊，五百。来五百，后边讲够。两个。要做济吗？两个。恁遐我毋是卖几落届啊，哪有可能够？够一寡吧。两个。最后够一个五百。五百。手也不要包两分。两个，你过来要画三张，几个叮当？我数过去，要牛嘛，后尾担不了，担不了客去。唔相信你唔客气，担咪客好个去。唔相信你唔客气，至少我再来要买啊。你有来要食干贝无？你啥物拢卖买啊？你来要干贝好啊？来干贝叫人家看大粒无？干贝起来，人家看有大粒无？你要食大粒的干贝，你先给钱的先赢啊！帅哥，有人要食干贝无？这大吗？你中秋节干贝虾啊，拢起价啊！我来讲话，这一包七啊五啊，两包千五啊！这一个托面来甲你讲话，这当个真正的用奶油落去添落去烘拢好食啊！千五、千二拢唔免啊，先给钱的一千啊！一千啥物食干贝啊？一千啊！这包够你啊！这包够送你啊！这包够来啊！一包过来啊！一包过来，我来讲啊，全部只啊，五个甲我拼钱了，先给钱的一包过来啊！来收啊收起来，一个人给三斤半的干贝，三斤半哦，全部五个了，一千哦，一千啊！来一千块上面只一千，一千块上面只一千块，够给钱，他阿条够我给四包钱，一千啊！我来恁讲，
我今天上完了就是你钱我要你今天若钱加我你帮我注意点这起价加这样的别走全部死的给我买就好我的版本若一粒真的卖钱退钱不免考虑啊一千了来一千块上面吃一千有人要吃干贝吗一千干贝一千上面吃一千块一千一千干贝一千这大粒的来给我给我别给我送几包不然你这样卖四个人去你问这个老主管好好好好四个不用看一千人一千块今天是包没两百两个十岁可能是两个十岁不然你这样一千块了最后两个我骗了给你没去好来这两分钟等我啊好我来说你没给我买了来啊叫分我还说我今天真的没有你送你去你还考虑你去看我还说两个人给你买过来我坐在这多少你给我买了五百了五百块来你买你要买改成五百块五百块五百收起来不用考虑这不用让你考虑如果你要买了你要买集中集中来不要买了不然钱了我要买烤箱你要买就你烤箱烤箱买起来6P了来两份块钱一袋吗这钱都还要刷钱果然到盘吗叮当啊你若要食土出鱼的尾流，还是讲你要食鲑鱼的尾段，你拢爱甲我讲啊。来，炒虾存在着。是啊，你给一包我来给。哎，我阿爸完存一包了，咩无一包了？阿爸讲完。吃，我超级。蛮少讲个哦。哎，你有人要食这手工的包肉讲完无？这手工的哦，这等于你个肉啊，甲煮汤啊。外口包面果内底买包肉吧。这啊，外口一斤220块，我来讲，一包完了。